上班吼，来开始，我相信大家对这有真侪问题，讨论真注意啦哈。啊，我拄则问伊，我头一摆来的人，请恁留恁的名啊，甲 email， 然后 email， 因为阮大部分通知拢用 email， 所以我各位上班头你喜欢有太多。头一摆来的，请恁留名。Email 啊。OK， 那就开始 Q&A 了哈，啊，个自由发言讨论。现在看什么人要在先提出来 question。 我来讲第三个好第三个哈，最挑战的经验是，我认识一句话说“棺材不是瓷砖”，老年人那个年轻我十几岁的弟弟，我以为我会应该比他先走嘛，我大他十几岁，结果没有想到年轻十几岁的弟弟却比我还要先走，他去年。去年还是今年三月发现肺腺癌，然后有给医生治疗，看起来人还胖了，以为好了，没有想到两三个月后复发，而且远距离感染啊，那是就没有救了，就真的走掉了。真的才六十出头，太太还年轻，那十几岁。我是认为说，一年过后哀伤期过了，可以再见面，没有叫他有说话。我是这样心里想着，希望他再见好的。年轻那十几岁，太年轻，对。真正足侪人生的代志拢无法度来无聊。Feel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brother， 叫你笑脸吼，有面对这个代志。对啊，真的对啊。你是不是会当介绍讲一个死后即马迄落土？哦，土的摆种这是大家知啦，啊，尾种大家知啦，啊，古。足侪，这边树啊的栽种，啊海啦，你知影？我知影的吼。介绍。好，我知影的是树葬甲海葬，我家的亲人吼，我阿婶伊就是选择海葬啊。啊，我阿婶是台湾过身的，伊是胰腺癌过身的吼，嘛是真短时间。那阮的堂妹是个姑查囝。然后呢，伊决定安尼做，伊感觉安尼上佳好吼。然后我会记你讲，迄天就是因就是有迄个专门海葬的公司吼，来甲因安排整个程序吼，啊，着坐船啊出海。然后呢，伫个船顶，我无参加吼，我无参加，我是婆婆知影安尼有这个公司咧服务，然后坐船啊去，然后出海。然后一个仪式，啊，家己的骨灰吼，家己放咧海内底，这是海葬的。啊，树葬的，咱拄啊遐有看到啊，吼。过来，土葬、火葬，因为足普遍啦，吼。这个树的埋葬是，你知影讲你伫倒？福德台湾的，话美国我唔知。一个有从伫倒一个树啊是无？会当古墓嘛？伫海你拢无啊嘛？海无。对啦，你变做讲。你无需要讲你后代的人，搁爱去迄个所在，对。拢安尼吼，啊，手啊，别人会当搁去看。爱看迄个所在，伊的规定，像拄啊迄个福德吼，拄啊伊迄个人讲吼，伊甲爸爸囥了了，大雨一落，因爸爸拢冲走去啊。所以我听伊安尼讲，我相信伊是无固定。爱挖什么所在？伊就是囥在迄个所在，吼，福德。啊，若别位啊，我相信有别位啊的规定，可能有的所在拢会当家己决定啦。唔知影在座有啥物人会当提供搁较侪意见无？知影迄个树葬？那树葬也是没有墓碑，对不对？树葬无啦。啊，问题是敢有人知影树葬？这可能会当 Google 一下。树葬是不是敢那台湾才有？美国不准叫台湾。我唔知啊。哦，爱去 research， 谢谢你甲我讲，安尼我去 research 看卖啊。嘿，我本人无啥知影。嗯。啊，即卖拄则在讲。嘿。
即嘛海葬，假使呐，受着人海葬，将来是不是对这个海的环境有影响？遇到很深的深海去，听说没有关系。不是在近海。即嘛你讲讲安怎，大家安怎埋葬吼？讲有诶土葬啊，表面性灰葬啊，树葬，啊你讲海葬，我即要扛，有滴要扛住即个啊，即落埋葬的方法啦吼。我知我是看 video， 迄西藏的葬法就是天葬啦吼。天葬。啊，我看 video 是。伊内底吼，就是郊外所在，迄喇嘛，都甲你迄尸体吼，你安尼甲伊切一块一块，啊，迄一挂秃鹰吼，迄落秃鹰会走，走来食食迄肉，啊，你个肉安尼，甲你挂起啊，炖下炖下，因遐所谓秃鹰啊，因遐叫做天行者，天行者，就是甲你个肉体食了，伊都飞天顶啊，所以对灵魂安尼。从背对于背天顶安尼，这是讲到迄摆种的方法，我看到迄个过程。哦，表面上听起来别说敢那足正经的，啊，敢那学动物吃吼。其实我了解这个上基本的原因是迄落啦，那遐悬的所在氧气无够，所以你若要火葬吼困难。哦。所以因为三炮因有找到这个方法，啊就是哦 ，OK。啊，其实是咱的身躯是拢甲这个世界拢是循环啦。嗯。啊。所以你这个观念，你会当推广去讲佛教的讲各方，也各在啥？这个观念是。都无路用啊！这是这。因为我不听到看到迄个天文的结果，就是讲你伫别个星内底找到这个卡本碳的迄个分子，可能是somebody寻过出来，伫世界的。啊，我这嘛有一个足重要的观念，想要甲大家分享吼。因为迄个，阮伫咧办社区活动的时阵，听到足侪民众足关心啥物叫做器官捐赠，吼，因为这个表格吼，内底拄啊迄个事前医疗指示，即内底嘛有一个所在，互人教讲你有拍算要做器官捐赠嘛，吼，这个部分的学问嘛足大啦，因为呢，咱若想爱做吼，嘛毋是讲咱想爱做，咱就会当做，爱阁看咱是毋是qualified。那美化中心一月份会请一个专门做器官捐赠的单位来阮迄个内底来训训练志工吼，因为阮常常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我所知影就是讲，咱身躯的parts足宝贵，非常的宝贵。尤其是大家拢知影讲，咱台湾是去年啊今年有一个迄个八仙乐园的迄个火灾吼，迄个 party 啊，足侪人拢烧烫伤啊，过身的嘛吼。咱皮肤吼是一个足重要的可以移植的器官，很 highly needed 吼，所以呢，这个皮肤捐赠呢，到底细节是安怎，我是唔知啦。但是每一寸吼拢足宝贵的，所以这个代志呢，大家嘛是会当思考。嘿，好，啊，搁请大家分享，家己感觉安尼，今仔日有啥物会当？好，我们大家学习的无？另外，就是 information 要分享嘛吼。我会记几年前过节了，牧师要跟咱斗阵的是，登记的是，伊跟我讲一项代志啦。伊讲伊需要的代志，伊拢总发到好啊。伊无要予伊的囝，今日去创。伫美国有一个叫做 Neptune Society， 恁在八卦，有当时会寄过来。你会当？首先去甲伊讲，啊，讲你希望要安怎？啊，伊你甲伊通了，你就钱就能拿个。啊，即马即代志若交的时，甲卡着电话因就来，对头个尾拢甲你说话好些。所以你唔免过去迄个 Rose Hill 啊，是 Forest Lawn， 过去另外过开支去做，拢会甲你创啊好些。啊 ，Of course， 你若想要开一个讲纪念 Memorial。service 啊，啥，那是另外啦。啊，这总是这人家听说说的，有在讲从，啊，就是过这个，听说，啊，牧师要登记是伊讲话嘞，伊要登记台湾，啊，伊后生，伊拢总活得好啊。
哎，你讲没错，伊伊本身手上是比较美。马古真可能到 international， 伊就要等于台湾已经传来了。请问这敢有什么 1-800 number？ 我来当。可能会当出来 Neptune。Neptune。Yeah， N E P T U N E。N E P T U N E。Neptune Society。Society。哦，当下接到接到。哦，我第一届听。我一个去买一个 insurance， 就是我6500块买一个迄落 one time only insurance， 就是讲你无论伫世界任何所在死亡的时阵，伊是咧甲你分到你指定的所在去。比如说我伫迄落本来指定公司 Los Hill， 但是我伫台湾死去是迄个 insurance 会甲你分来着。不能世界上所在弄的到，这边啊，我们下面 group， 下面 group 那边，那是你确认他们的关？哎，就是那你确认，我不在的 ID， 也不啊，拄好讲到状况，我家己 personal， 我的亲戚的代志啦。我的阿叔吼是足爱佚佗的，伊退休了后，拢世界各位拢去旅行。啊，伊迄阵意思就是讲，伊要 cremation， 啊，伊的骨灰要压伫 Grand Canyon。压在位。Grand Canyon， 比如大峡谷啦。啊，真正伊会惊住去 Grand Canyon 去找一个所在，啊，去啊，伊的骨也伫遐啦。啊，以后伊若惊住，若想讲要看，伊就走去 Grand Canyon。你有无墓碑呢？无墓碑变哪看？啊？你有墓碑呢？无啦，无墓碑嘛。大概无啦，你就一个象征嘛，你一个所在尔嘛。就一个相片或什么？对啊，啊 Grand Canyon， 我是听讲有一个所在在分创啊。Grand Canyon 有一个地方可以飘到天空去那样子。我那是要创的人，我相信不遐多人啊。飘到天空去吗？飘。那要坐飞机喽，从很高的那个天空上。Designated area， 啊，所以应该是有的。有一个特别的 area。落下卡了。个座位去喝个，那都不笑了。哈哈哈！家，哦 ，Karen， 你有 question 不？不啦，我你讲哦，个重庆讲我讲个座位，真贵啦，上人家坐飞机到很高的天空上下去。那也是没有墓碑呢。就死了就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墓碑是一个 symbol。嗯，啊，其实我是有听讲，有的国家是，你这个文化包，互你用差不多一百年后，能够换过吗？美国不会，台湾可能会有，台湾会有，所以都没有人来。换换所在，那个规定下呢啊，你这么看，就是讲人愈来愈多，你换人都无够位通坐啊。你一个死人，你若讲土葬。弄占位啊！你真正所在困难嘛？即马伊个台湾是真迄个土地作业嘛？唔知有迄个 idea 讲树葬，是吧？那个较 practical 嘛。土葬是那个单人的话比较耗费地方，夫妇的话是看谁先死上下铺的。夫妇的话是上下铺的，我听到是真的是这样的，上下铺的。教授，你敢知有啥物上俗的办法？上俗。这么靠，那讲经济上是火葬嘛？上俗是吧？火葬上俗。上俗。火葬我是唔知道。啊不，你后尾去。快俗的办法就是巴黎donation，还上俗。巴黎donation呀。啊。巴黎的那些，你拿去解剖，那就什么都不要。人个甲你纪念嘞，我甲你讲，甲大家分享一个例吼。我一个好朋友，伊个查囝吼，伫个上大学个时阵吼，发现着有癌症，啊，当然是积极治疗吼，啊，治疗一年了吼，还不错，见好色，
第二年咧，搁复发，啊，复发了就搁倒来，愈来愈无好嘛。啊，无好的过程中间，最后吼，走了，因的爸母就决定把伊的囡仔海葬，吼。然后海葬进行呢，伊 donation， 伊 body donation 是 donate 伊的眼角膜，和迄个 rose， 还有这個，迄 rose ball， 吼，咱家每一年的玫瑰花车吼。因有足侪无同的单位，啊，其中一个单位就是迄个眼角膜捐赠的迄个 association， 啊，因就是你若有捐赠的话，你的家属每年伫个玫瑰花车游行的时阵，会进行来倒一天有一个 special party， 你只家属拢去纪念你的囡仔，吼，啊，所以有一年伊就邀请我甲伊做伙去纪念因查囝，啊，就因为因查囝是 donor 嘛，吼，啊，伊是 family， 啊，去到遐了，因查囝就。迄、那个相片就会伫个迄个花圈遐，伊有相片无相片？印象中敢那无相片的款，我袂记。然后每一个家庭，吼，就是甲因囡仔的名，吼，做伙啊，甲花啊，翕一个相，做一个纪念。啊，当年伫遐，就算当年来纪念伊的查囝。我感觉这足有意义的吼。眼角膜捐赠应该是还好啦，吼，一般人拢会当接受。那咱若是讲有迄个机会，我感觉这嘛不止啊，会当。会当把握的吼，和咱的后一代来纪念咱的方法，吼，也是纪念咱亲爱的人的方法，吼。伫 Rose Bowl 离咱遮足近的啊，吼，逐年拢会迄个玫瑰花车的时阵，咱就会当安尼。安尼做。Body donation， 咱若 sign up 迄个 body donation 了后，咱无管理人决定，迄是因，迄个。每一周无同啦吼，你是讲 organ donation 啊？巴黎 donation， 规 body 的 donation 无同款。你要讲是我做一个安葬。对啦，我即马是无想要讲，但是你像讲伫 Washington D.C. 甲咱克利夫尼亚无同，是安怎呢？阮 Washington D.C. 因巴黎 donation 是由政府甲你设法，哦，是安怎？阮政府甲阮阿姐。两个拢做到八十七岁、八十左右。你讲第一，你倒爱想讲，巴黎诺内先生有人买啊，唔啦？哦，我的意思是讲，伫那华盛顿尼斯吼，阮姐夫甲阮阿姐拢大概过八十后、八十岁以后才生因啦。因遐伫华盛顿尼斯拢有收啦。啊，当然，甲你收起了后吼，真简单，就是讲。你过身的时候，跟他搁一个电话甲讲，你看你要几点钟后，伊马上会当来啦。啊，伊来吼，就是从你的厝吼，你的身体啥，你拢唔免创啥。伊来吼，迄拢 professional， 伊安怎甲你搬，我唔知啦。叫阮阿姐伊的后生吼，讲真简单，咱拢唔免创啥。伊怎啊？人甲咱扛起了后吼，佮甲你消毒规个厝吼，啊，佮甲你问看你是要火种甚物种，伊了后伊佮送来了，佮甲你消毒过来送来。所以，阮姐姐甲阮姐夫吼，伊是包咧两年生，阮姐姐也活咧啦，阮姐夫已经在。伫加州我是有同学啦。伊加州啊，同学，我即马转来时，我家己原来想讲买巴黎罗内逊啦，我嘛想讲我这八十几岁啊，啥人买诶？啊，所以我有一个同学，伊是小秘书哦，伊三个囝人拢医生啦，伊听伊讲我咧讲巴黎罗内逊，伊马上要去巴黎罗内逊的时候，咱加州无共，毋是罗内托政府。都爱互大学毕业像 UCLA、USC。啊 ，UCLA 办吼，但是你去 sign 的时吼，你就是讲参 UCLA 甲 USC 可能就无同，吼。但是你是直接参迄个 University Hospital 直接 sign， 啊，你 sign 回的时吼，伊当然就是讲引出来给你说话，但是伊安尼甲我讲啦，伊讲伊若死吼。像讲 UCLA 文，伊是参 USC 说，迄枪枪咧讲一只啊，尔一大块枪枪咧，尔标枪枪咧。但是你若死的所在，唔是讲你死伫倒位啊，伊会给你运动啊。
伊那时我们在是两百一百迈、一百迈以内的。因为你死心哦，伊先那甲你问的。没有，爱死较骨嘞。无法度。啊！你即摆呢？你落来进了后吼，我是不敢问详细哦。是讲我迄阵啊，先落来甲伊讲，我甲伊讲的去西南，我家己嘛想要去西南啦吼。就是讲第一讲，因为我嘛想讲，我八十岁过啊吼，那我们就看人要爱去要创啥吼。但是伊去西南都甲收起啊，我是想讲伊那伊怎么变这话啊？伊那有收伊嘛生活就对了。哦，但是甲我讲哦，唔过你若过几摆哦，伊对着来解释我啦，伊无要插你。过几摆，对，也不是贵。你想过？啊，多少一个 insurance 啊？伊个塞有看出来啊？哦，你想过伊飞去啊？哎，那个一家人可以再站吗？我无敢问。我就是伊在讲这个 body donation 哈，迄个目的是要互医学院。遐学生在读解剖学的是用的啦，啊，这个是我在台湾读的是，我那阵才好二十几个学生分一个尸体啊来创，啊，美国是结束也买了无啦，啊，你着看 medical school， 为 medical school 伊那来源啊有够侪是，伊着民国国要去。我的意思是讲哦，你巴林诺雷神伫加州是。对，从优秀的，你是从优秀的抢，什么来归呢？就叫 local， 每个人。因为伊带住 COB 去，所以去优秀文，伊是从优秀文抢的。嗯哼。而且优秀文，咱在讲，咱的观念讲解剖啊，讲要死了要放解剖，这有两个完全无相关的代志啦。一个就是拄只。张教授博士在讲的，这个 body donation 在予人学解剖学在看的。另外，这个解剖就是讲，若破病死了，有当时因要查看这个原因是倒位，这个是 pathological autopsy 啦，我在讲是 autopsy 哈，哦，唔是迄落 anatomy 的迄落 autopsy， 就是讲迄、那个。去那都是方面的，比过身了，伊开起来啊，看迄个器官啊，啊来对病理来看这个原因，啥物款刷伊就刷，过身体肯定啦。所以这个两项无相啊。啊，你若真正讲伊要甲你安排啥吼，拢是迄个 body donation， 唔是普通迄个病理的解剖，无相，这两个是完全无相款的。很多老人也在讲八仙城堡的代志。伊迄都足侪人拢是烧烫伤，需要足侪迄个皮肤的移植。我是迄阵是有看迄报纸，是讲迄大部分的皮肤拢是为尸体，系啊，去尸体去下面上来。哦，迄阵啊需求哈，对啊，所以皮肤的迄个八点多那是可能足侪就是甲你下面是你的 skin。诶，拢免了八仙。迄拢免了吧，上少。啊，你甲叫电话，伊就来甲你，伊拢甲你洗落到，你要火烧哦，烧到骨头，要安怎用，伊拢甲你用较好势。不过你这是 Washington DC 嘛？无啊，这是在 UCLA 嘛？是 Irvine 有哪有安尼？但是我要甲你讲，就是讲你若因为是 UCLA 参 Irvine 关系，无相关，无相关。嗯。每一间无相关。古代又有一句话说，埋葬的时候要。尸体要安全、啊、要完整啊！那这样子被解剖的话，就没有内脏了，少掉肾脏，少掉什么肌肉，可能也没有，就变成一个骨架也不一定。那还是可以安葬啊，还是可以土葬。他们会帮你呀、啊，他需要不到位的呀。而且跟火葬还是可以帮你安一个葬，不会说就丢到火葬嘛。帮你安葬，我不知道。不会说没有也修高修鞋哦，像讲阮姐夫的我姓陈医生哦。那是小家伙是啊，你的肉什么的，给你摕来。啊，你要了后，你有什么对头会，什么会，迄拢随在你嘛。哦，所以是小家伙摕来处理好你，搁摕来处理好咱。但是，我意思是讲，你免了挂生死。啊，讲哦，你的厝内哦，伊给你关起了后，伊厝的内底拢会给你消毒。哦。OK， 我讲的够足了，我。讲的是。可能做对人吧，
秋千症，也是 infertility 不孕症专家啦。迄阵阮小妹六十岁哦，因规家族去海外佚佗咯，哦，做一翕相那边，食饭要走啊，我发现讲，因老爸那走到位，因后生去外口坐咧，秋千症伊是死伫迄个拉骨哦。那有点小问，我们好久没有来了。趁伊哦，好久没有。伊个专门来是订到下工的，做那事。所以伊当时哦，他发生病，哦，伫海外一时，袂当尸体袂当讲水，到三四天哦，伊迄个迄个，伊可能要提可怜啊，上无还是啥物。所以哦，厝诶落来讲吼，加带因后生变小诶吼，都加带几落工物件啦吼。但了，那个尸体上来，即、這个他因诶最了会落死，就是讲你若死伫外口吼，你有签迄落吼，迄是美国哦，伊就先甲你，拄啊个请一寡看落去，还是啥物一寡人哦。给你也当贴，也要给你贴啦。但你都不让人睡着，对啦，把小鬼照的，不让照。哦，所以这是讲，死的是附近哦，还是厝的所在更简单啦。哦，当然死的外口有当时啊哦，哇，代志足多。你了因为，你了外国个航空公司讲什么哦，要安怎运这些事情啊，就没足多，比较简单的代志。嗯。所以产生的费用就要厝内人家己付，是吧？当然要跟出，哎呀，那搞的国内的，有啦有啦，也拢跟出。所以呢，你那个给多那个三四天哦，也是三四天那样。你 driver's license 是 California license， 啊，所以签证是 California， 啊，也得好办的。所以的问题就出在那。所以你刚我申请的。伊迄落，咱做做讲讲，伊要迄落要提下个，玻璃 pass 那个。咱即个这敢有啥物人，也阁无签迄个 advance directive， 有无？嘛是还有人哦。所以，伊即个 form 吼，那英文呢，各即个拢总伫 website 拢会当 download。啊 ，download 拢种相款的啊，有是都会跟那 California State 澳洲啊，啊，有别类要做。啊，足简单，迄种我呢，family doctor 就是讲你爱签伊摕一个 form 话吼，啊 ，copy 个做歪歪去，啊，我全落 website 看，相款的 question 嘛，所以个 download 落来，常常摕去回，不是啦，啊，我是计爱需要。witness， 你签名还是爱 witness 啦？啊，我签名是就签黄尊良医师夫妇做官的 witness。今内底特别吼，足重要的，我想要趁这个机会甲大家分享哦。其实这个医疗代理人的选择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时到咱若无法度表达的时阵，咱所有的决定就爱挖靠这个医疗代理人。哎，顶头拢有写顺位，第一顺位、第二顺位吼，你拢爱填。先那边有顺位，有些临时发生代志，你找无第一个，就爱靠紧找第二个。啊，这个人吼，一定爱甲你会当迄个了解你家己的意愿的。吼，完全了解，无一定爱是咱家己的亲情吼，爱咱的迄个配偶也是。兄弟姊妹，因为有时啊吼，相亲的人颠倒无法度做决定，太过困难，所以呢，会当请一个对咱的意愿完全拢了解，而且伊有执行的迄落能力，有的人的性格吼，较无法度执行的时阵，你嘛足歹委托伊，对伊来讲是困难，吼。所以这个是足重要。我为着要找一个医疗代理人，我嘛想，最后决定是无找我厝内的人，嘿。啊，因为我无感觉讲你有法度很多，啊，所以这个足重要。因为时到呢，迄个人就是爱替咱做决定啊。啊，你若找一个甲你足亲，吼，虽然知影讲你要爱安怎，但是你做袂落来，吼，安尼就是足遗憾的。你就找这个人。
祈祷，我都用祈祷的办法祈祷，上帝灵光闪现，让我想到一个人可以去找，又有一点医疗的尝试哈，会当替咱做这个决定。你敢袂使请上帝？上帝指派人给我写迄个人名起来。因为迄个是法律上是重要紧的，重要紧的，重要紧的。其实内底吼，我个人啊，填这个表我已经看过看，讲过讲足侪届啊吼。我感觉内底足侪叫我决定，我到底是要这个讲，要迄个讲无？我实在即马也唔知要安怎决定，因为我即马人着拢足好势好势咧。啊，时到底是啥物情况？我是迄阵啊，是毋是我当想要阮囝？伫要结婚阿未？已经有一个日子吼。然后咧，我想要看伊个婚礼，无得个是因为安尼，所以我愿意差围讲也无一定啊。吼，我差围讲，我会当加活三个月看到阮囝结婚啊，是毋是？啊，我着要差。但是你即摆问我要差唔差，我讲我唔差，我要有 quality of life。所以即个代志吼，足歹讲 yes or no， 就 right now。所以。是安那医疗代理人吼，迄、那个足重要的、就是，伊爱嘛爱知影讲你是佮意创啥，恁家到底最近有发生啥物代志？那这个状况你是要查唔查？这足重要的，非常的重要。Make sure 医疗代理人我比你较早去。伊若较早起，咱就阁换人啊。这个随时会当改哦，你几分钟签吼，你。我一个头吃一个饭，你搁想要改吼，搁写一份，这份就无效去啊。所以这放心啦，这当开始做练习，吼，常常来写，常常来写。来，阮咧讲，伫社区咧讲，啊，一年家 review 一届，因为咱逐年拢有生活有无同的变化。嘿，谢谢。我讲一个来着，美国吼，医药福利也不行，美国。百分之九十的钱吼，拢用伫超米罗斯内，吼。台湾嘛是，台湾嘛是。即马问题，你来控制讲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谁？哈哈哈哈哈。你来讲到什么这句话？你那是台湾哦，一挂人哦，歪把管的旅游企业哦，有财产，受教育机会。所以这哦，这社会制度法律吼，要无进步啊，去无讲讲，谁会当决定是？敢若医生会当决定伊死啊？加吼家属会当决定？咱咧讲这一款代志，互我感受上大就是讲，阮迄当时哦，阮两个姊妹啊，我是医生，我是一个老婆，逐个拢对我讲，你去决定。老爸迄个，速度啦很错嘛，规个迄个 brain stem 拢受，他都变做变一条布，他都叫我决定，我都讲，两个医生讲，嘿，今仔是恁老爸，你要安怎处理嘛？这是上简单的，先给发到，讲这是你的爱人，你要去处理，哦，所以，好，就是医生说。我们已经无药可救，等死了，那还要继续拖下去，也真的是浪费社会资源呢。你说那个一天要多少钱啊？我一天 ICU 至少要两三万美金。是啊，那真的很浪费社会资源啊。所以你说我给你舍接钱，所以说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就偷着你的钱来治病的，等于偷着你的钱治病的。所以就是讲哦，你到时候你就问他说，哦。我事实上被我做医生，我事实上被人家问，这是你太太的话，你要怎么做？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这是你的父母，你能问那个医生吗？说这是你的父母亲，你要怎么处理？我还有朋友哈，以看医生为乐哎，一天到晚就经常喜欢看病，他说好快乐哎。那护士又说怎么又是你来了？他认为看病是快乐啊，有的人是不喜欢看病，拖到医生说。这是台湾的医疗改革需要这么对健保制度，真的有人就需要重新改革，也是浪费社会资源。也是浪费社会资源。是，我先说，
讲一个，我今年来底啦。我家己的亲友都三个哦。差过。啊，三个差讲，我即摆唔是要跟你讲遐长，是讲咱美国差讲甲台湾差讲哦，有真大个无同。伫美国哦，你差讲是你的医生甲你表示意见，啊，你家庭甲你决定讲你会使把关，袂使把关，吼。但是伫台湾哦，我是想讲，我一个朋友伫遮，伊着因家族，因太太讲要把关，啊，因查某囝着讲唔嘛吼，啊，因意见袂合。但是伫美国哦，你会使决定啊。但是伫台湾哦，把关不把关，不是由你啦。拄只我有同大家讲吼，病人自主权法案通过啊，通过啊。但是我咧讲，就是讲过今年发生的代志吼，因为还未通过。我就是打电话等于讲，甲把关啦，哦，万一唔把关咧，拖几冬安尼哦，了钱搁了伊多啊。我问讲是安怎，奈无甲把关？因为阮阿姐后生，伊也是伫遐做医生，伫台北吼。但是都讲未使把关啦，因为台湾的法律较正的哦，唔是你咧讲你要把关唔把关的，咱都知影讲都无救啊，家己底下就无人。但是政府的法律都不准你把关。啊，伊就讲过几年可能。这个法案吼，伫个2015年的年底通过了，然后起码三年内要施行。即摆咧写细则，甲今年年初吼，还未使。今年年初，但是我知影讲台北吼，足济了，专门在甲你，迄把关的拢倒伫遐吼。植物人嘛，赚钱啊，植物人把关伊都赚钱啊。系啊。但是迄是足麻烦的代志。真艰苦。你家族吼，你无把关吼，家族嘛足艰苦。嘿，足艰苦。系啊。另外，即个问题吼，我即摆阁 extend 一步。就是迄个 euthanasia， 是毋是？家己已经知影讲已经无望啊，啊，家己想要切断这个生命。我知影美国真正有，敢若有几招啊会使尔嘛。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咱家长敢若是毋是通过啊？通过，家长通过。啊，这个嘛是，即卖遐舆论足侪啦，所以。我刚才知影讲，有一对英国吼，一对翁仔某，迄个翁是古早真出名的指挥家，啊，两个拢得着足真困难的迄个癌那啥啦吼，啊，两个决定叫人去瑞士人，对瑞士两个怎同时过身啦呐？啊，这款代志，这个另外一个，有当然伫这个。这个医学上，你要决定吼，伊就讲爱几个医生啦。总是有一挂外口的人插入来，讲这个性命，你袂使共提掉，有迄个 idea 嘛。所以真亏啦。啊，咱家就是用算的嘛，用大家投票。啊，迄阵投票，敢若有过款啦，敢若在去年。今年的六月。那是两位医生在一起都会在啊，对，爱有人签呐，两位医生啦，但因为细则哈，我不是太知道，但是我婆婆啊知影，就是通过了呢，伊内底就规定足重要的，就是爱有两位医生签字，哈，讲你这是不可逆的疾病哈，啊，过来呢，就你这个病人哈，爱。不是在被威胁之下，哈、哦，所以伊要经过那个心理的諮商哦。我印象中爱两届哈，啊，而且中间还要隔一段时间哈、哦。是安怎呢？因为有时啊，因要分辨讲你这个病人是毋是讲因为家庭互你压力，所以你才不爱活，是毋是你厝内人甲你照顾，甲你感觉你无路可行哈、哦，啊，你不如死死的算了哈。哦这类的事情拢爱甲伊筛选掉，啊，最后吼，前后看来嘛，至少爱四个月至达个月时间啦，啊，确定讲你是家己的意愿吼，啊，才去执行，啊，但伫遮敢那已经有人去执行啊啦，但是我感觉讲这还阁是足一个足大的争议啦，
因为我伫迄、那个生命末期的安尼疗护吼，催眠的过程中间，阮上重要的就是做疼痛控制啦。啊，因为咱拄拄啊，咱柯医师所讲的，柯文哲医师佮讲的吼，珍惜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吼，就是活在当下的过程当中，也要活得精彩啦吼。那这个过程中，我怎么活得精彩？大家拢不爱痛苦，不爱受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这个痛，咱要哪个 remove 哈？所以 we kill pain, not kill people 哈。咱爱面对伊这个痛，要哪个 minimize？ 啊，其实咱即马科学啊不只啊发达哈，咱即马已经有叫做疼痛科。啊，疼痛科是啥物科？我想足侪人嘛无啥知影。但是我最近有去 USC 的 Medical Center 遐的 OT Department 去甲伊安尼有人带我入去参观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讲，真的是有专门一个好 redesign 的哈，怎么样来面对疼痛，然后怎么样减少疼痛，尤其是在生命末期的时候，很重视的是要让病人有 quality of life， 你应该让伊袂痛，哈，啊，要哪袂痛，其实有足侪方法。好啊，但是你真的不行的时候，是不是要执行某些方面？我相信都有一些技术面，会当克服技术面有，好啊。但是讲，如果说要像大家安尼讲，其实是不可逆啊。但是它的时间可能有三年、五年，或是一年，虽然不可逆，其实还可以活得很精彩，只要可以 control the pain。我那是我个人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因为跟个人的那个价值观都不一样，we respect to each other， 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很开放，都大家互相尊重，我个人是这样的感想，我在走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说，每一分，我们都是在创造，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有一个意义存在啦，生命是珍贵的，嘿。关于这点吼，我所知影的，大部分这个 terminal cancer， 到尾真痛的时阵吼，听讲你无法度忍受，还疼，一条 hospice care 拿几摆，嘿，伊开始给你照顾，给你止痛药 ，comfort care， 拢是用 morphine。对，有用 morphine。你讲会当活三当五当，迄是真少，大部分拢是真少。三天五天就去了，最后的啦，无啦，我拄仔迄讲安尼三天五天过。止痛药啊，你痛是要要求药啊，是该做毛病，治到位就转过身。是啊，对，安尼搁想着一个例吼，一个我一个朋友的老母吼，伊嘛是得癌啦，然后伊伫个买手真痛迄个过程中间吼。因为一个我们第一安宁疗护都是最后不做那个 radiation， 也不做 chemotherapy， 是要给伊 comfort 嘛。但是呢，伊妈妈迄阵啊，因给伊去做迄个 chemo 的过程是啥物原因呢？是因为伊安尼做的话，伊迄个癌和迄个瘤会当缩小，啊缩小就袂得着会给伊疼的所在。所以人讲安宁疗护吼，你转离内底是毋是就袂当 chemo， 袂当做 radiation？No。只要会当予你 comfort， 啥物都甲你做。所以迄阵啊，伊妈妈伫香港的时候，伊就甲伊做这个chemotherapy， 就予伊迄个流减少，啊伊的痛就 minimize， 啊就较舒服啊。阿哥，我听到我们有认识，不好意思，讲对我听听，我是讲啊，其实 the other problem 就是讲迄个 patient 本人。像我伊个 stroke 啊，啥都 unconscious， 伊个无签个 paper， 所以得迄个证明的不是非嘛，脑部非。不啦，伊即马你若进前有签了的时阵，就是发到伤口乌迄落啦。他本 stroke 啊，上日本啊，伊就拢无签的时阵。就是讲无签，所以即马伊发到就是讲你进前你好好要入去病院时，你即个 advance directive 我先签好嘛。还没有到死亡之前就先签好了。你那无签咪是当然是，无签咪就是当家你查就对啦。那好，你就我买个看一个 TV show， 就是讲我要 cold blue， 心中这样子大概装，然后再讲啊有签 DNR， 大概怎么走，无够救了啊。
有这款的嘛。很早很早。这就是在教育，咱即马新的人，咱爱知影。你若无的时候，互人在安尼变来变去，这有影困难啦。啊，我拄只讲的 statement 就是讲，人活死这拢是自然律啦。你嘛会使讲，上帝创造的时就是创造这个自然律，咱人拢会行这个路嘛。啊，你莫讲因为着安怎讲，哦，上帝创造生命，你唔通活死。从这创造生命是有开始甲尾啊，这种介绍的代志嘛。啊，你若时间，咱这个咱活这个时间够，就是 let go， 这是我的看法啦。哎，我有一个教友哈，他的女儿也是癌末，那他跟我们讲，反正已经无药可治了。他在女儿还清醒的时候就在商量好了说。反正这样痛苦的拖下去，你要不要同意打针啊？或用各种方法，两个礼拜内慢慢的走进生命的最后，他流泪同意。那后来家人当然也是很伤心啊。可是真的两个礼拜后，医生会诊断怎么样下那个注射剂，真的两个礼拜，生命就维持两个礼拜，然后就走掉了。他自己也同意。在美国啊，在美国发现癌末的病人，在哪一家？妈妈讲到这件事都还是会一直哭耶。他说我女儿就这样走的，两个礼拜慢慢走。我想请问一下哈，像即摆咱大拢好好的时阵，咱拢会想着讲，怀插管啦，被活得有尊严啦哈。可是我常常有接触这些人哈。沟通哦，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阵吼，想法会改变，因为咱还未到遐的时阵，听讲你要死的人，因即使怎么样，伊嘛是想要多活一口气。这个我是也唔知，我是因为有听因咧讲，就是说给你所有的东西，我给我一天我也好。可是即摆我是想讲，我才袂插管，我才袂安怎，我要快快乐乐的走。啊，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你讲的是属性。有谁知道到那个最后一秒钟的时候的想法？我一个朋友，因爸爸是医生，然后伊咧走的过程中间，伊好好的时阵拢讲伊袂差讲，但是哦，伊伫台湾吼，伊咧袂喘气的时阵，医生徛伫伊边啊，问讲伊要差无，伊一直点头，嘿，啊，所以伊就甲差了呀。系啊！你爸爸家己是医生，甲我听头，我哪会袂搁较差对无？所以伊我哪差讲啦，最后签了，都是最后的意愿为意愿，哎，决赛，最后的意愿为意愿。是，我即马是讲我的意见啦吼。咱人的生命唔是咱在控制啊，咱的破病唔是。但是在美国，咱咧讲的是讲你要拔管，要唔拔管，咱咧决定。但是无拄拄。那我知吼，普通你伫病院，你有救无救，医生会甲你讲。哦，甲你讲啊，那阵讲话都无救啊，伊就实在甲你讲，讲都无救啊，伊就是爱拔管，哦，就是讲迄插管的物件。啊！但是你若家族嘛有诶唔认条，你著阁继续一直医啊。但是你像讲咱即落年纪吼，迄钱上咧出来，迄是Medicare咧出来啊，毋是讲咱无限期，讲我无要拔管，你就会当无拔管啊。那照我所在就是讲 hospital 甲你规定讲，你诶Medicare 有几日吼，啊，阁几日了后你。病院就无多人甲你收啊，毋是讲病院毋甲咱收，咱足侪人拢误解讲病院要甲你管啦，哦，病房你出事了，必须着要甲你管。其实毋是病院甲你管，其实是Medicare吼，照规定无要甲你付嘛。啊，Medicare无要甲你付，你要甲人托病院，人自费啊，自费很贵呢。自费我知啊，我即马就是要讲这个问题啊。就是讲，
病院无要甲你收嘛，唔是讲病院唔甲你收，你都无免你去也无要甲你付钱啊嘛，你都爱决定啊，你家己要付，啊是你要去倒位啊？病院就是爱互你刷位，啊你即摆刷位嘛是甲你限定讲几日啊？三个月啊，你超过三个月吼，到底要阁继续，还是要叫你走？有诶是想讲是病院毛利大，要甲你赶。其实我有拄着即落代志吼，就是讲，毋是病院要甲你赶啦，病院甲你伫遐，你要待三冬四冬，伊反正只是偌侪钱，你若付会起，病院无差啦。问题就是讲，免你客啊，无要甲你付。付钱的来源断掉了。啊，免你客无咧甲你付，我有得甲问啦，迄病院，我甲问病院，病院去甲阮讲啊，我就甲问我，啊，你先哪摆？他会讲规日啊，伫病院要甲伊讲，开始讲要叫伊着爱扫位啊。因为病院的原因就是讲，免你客有得骂你个，因病院有迄个义务吼。报告免你客啊，讲伊即几个月中间，伊的病伫遐甲查讲到底是进步无进步。你若无进步吼，免你客啊，伊病院甲照你报告的结果吼。你免你客就是甲你无要甲你付，啊无要甲你付，你主人你就爱走啊，啊无你就家己去找看看上，你家己出钱。所以病院因为 cost 是足悬的啦，所以讲咱一般人讲你要做哪点提出来吼，是足悬的啦，吓。做几行拢足贵的啊。啊，免你客伊就拢种现金嘛，啥物拢现金，最近。我有收到讲明年的制度更加歹嘛，愈来愈歹。因为我咧讲就是讲哦，咱真侪拢甲你讲病院要甲你管，病院有趁钱才会好哩。我若开病院愈济愈好啊，你带愈多愈好嘛，病人愈济愈对嘛。所以我咧甲你讲的意思就是讲，唔是病院无你管，伊都免计唔甲你付钱啦。付钱的来源断，你都爱上班咯，你都爱走。付钱的来源断。所以就回台湾，对啊，就是回台湾。我伫拄到一个朋友吼，伫咱遮定来遮食迄陈正义吼，伊就是三个月了后病，我就甲问啊问讲伊先落去，都讲病都甲你，伊都讲病的理由就是讲，你伫遮住三个月，这个中间你都无进步啊，你的病患都无进步啊，所以病无要甲你付啊。啊，讲啊，病院无要甲你付哦，你就是爱走啊。台湾若阁无进展，咁骗个不进展。百分无，台湾未使赔款。你若等于台湾哦，你未使赔款，迄就是咧，我伫咧讲。啊，我迄个朋友是哦，伊，我去替去病院，专门替伊讲去问啦吼。但是我迄个朋友因家庭就是。话讲要赔讲，啊，因查某欠，因查某欠钱啦，讲偌济钱不管，我就是唔赔，所以才甲滚汤去台湾，对美国甲滚汤。什么？第二天就八关？无啦，第二唔是第二天啦，伊伫遐哈是都带工带干唔济一个月咯，啊，佫过刷机特别的 special 的可能做疗养人汤。你想，伊若伊本人，伊会安怎决定？你感觉？本人伊唔知人啊。无啦，你伊好好人时，你捌伊嘛吼？对啦。你想伊会安怎决定？你都唔捌讲咧，因为囝嘛是医生，但是因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哦。啊，因后生是医生，因后生都无法度因小妹，因小妹有钱嘛？伊讲 no， 伊讲伊是信 Christian， 伊是基督教徒。讲个生命是上吊。OK， 这个 case 我是咱足侪人发现吼，伊就是讲 OK， 伊那就是自然死亡，最后是自然死亡。要不然是讲要那个一刀两断，我那么自然死亡哈，就已经够了。系啊，而且问题是讲迄个无华丽的效力嘛，无是啊，太太来演出是嘛，起码但是发现是讲都是假崩啊，这个很多啊，那医师有讲。伊迄个特别开开刀，迄个医生，迄一个陈总，伊若是我白，我白骨再甲
系啊，啊，医生，是啊，伊个脑手术的，迄个干手术的医生，对，一个概念，一个概念足重要的吼，咱拥抱自然死亡吼，我们不加工延长生命，好，但是我们不加工缩短生命，我们拥抱自然死亡。好，咱即马看到这迄个医疗的介入吼，很多叫做加工的或是延长死亡的过程，你要安尼想吼，大概就较容易做这个决定。好，咱千万不要加工延长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好好的活在当下，我们要拥抱自然的死亡。这就是刚刚咱迄个叶会长所讲的吼，人生四季吼，人生的自然过程，最后都要面对的。吼，讲一百年有。然后无，咱来讲一千年，敢有？无嘛。嗯。即马问题是，伊还佮所以你讲，迄个你花落去，伊还佮你话。系啊。But certain kind of 迄个 intelligence 可能还佮足低。嘿。啊，佮另外一个事实，咱拢爱知影啦。这两个唔是乌甲白啦。系啦。这个中间是拢一个 gray area。你要到倒位，讲 enough， 真困难啦。对，所以这是咱大家知影真困难。一个像我讲就是讲，你拄只讲啊，我买插管，啊，咱做医生，咱有只插管做侪款嘛。你呐做电梯嘛是插管呢，所以这代志，古早来讲，咱可能头壳内底想讲，哦，古早自杀都是安尼切咯，所以拆掉了没有？就是讲你安尼切咯，往歹啊，其实唔是拢总歹啦。有你，你那像这种意思，你就知影你迄个 respiratory 专家，有的是真正迄个时阵要紧，你若冲了一针会好起来，对不对？啊，那有人呢，真正袂喘气，你敢硬插在遐，用遐挂号泵杯，直接甲继续，安尼可能就是无意思嘛。所以这啊，医生普通医生无讲，徛在后壁讲，你决定我再甲你冲。袂安尼啦，因互相拢会参详嘛，做找一个上好的解决。我看你有啥物看法无，陈医生？陈医生，伊专家嘛。我是 ICU 啦吼，啊，人退休高档嘛。你说哇，这公司都足简单啦吼，伊咱只伫只大陆遐晓得的，算足简单。你是咧思想吼，你讲无希望，无希望吼。你若我头拄仔问我某，你若天讲今天不顺利落雨，你要聊啥话？天不正吗？全部嘛吼，九十不是袂落雨啊！啊，你讲我来讲九十不是会死，啊，你要求的，要万要天不正的，所以这不正吼，这医生讲话有口气，我有关系啦。唔知老实讲吼，唔知伊有同意无？医生咧讲话吼，你像我医生来外科医生，我伊唔是外科医生，伊讲你若无开刀啊，百分之一定会死啊！啊，你若开刀，要希望。啊！你会开刀，患者会开刀的。100% 存活率。无啦，无讲偌济存存活率。你若无开刀，一定死。一定死。啊！你若开刀，要有希望。啊！你会开刀的。希望是希望。啊！这边人讲。我当来讲的，医生是在讲，啥物要少有希望安尼嘛吼。这边人讲的是年龄。哦，就年龄是啊。所以我是讲，讲来讲去就是讲，真侪细节吼，像头拄仔杨教授讲，爱你嘛是苦的啊。哦，你讲买买宽，买宽。啊！你做人体嘛，我饿死都枵死都打死我，那嘛真痛苦的。所以做这代志爱互相，我到时我爱参医生参详。对。伊老早问我，你问医生讲，医生，迄个恁老爸，你要插管唔插管？你又是阮老爸，我要哪来讲迄个代志？哎呀，迄话我一包的私人的代志，我就歹解释。所以讲来讲去，这些代志事情，先我讲一下。哦。啊！以后参。参医生、参护士、参所有我的 worker 吼，大家呢，因为像我最近一个同学，因老母破病三兄弟啊，大家乌沙沙的吼，意见都无，意见都无共，所以这真歹讲嘛。啊，上重要就是讲大家抗疫开心，抗疫开心，抗疫开心。啊，像我要把关吼，啊，确实，但话应该是会使，我等于今年都开始会使啊咧，吼，会当把关。啊，把关了就是讲，我碰到熊子莫飞啦。哦，我袂痛苦，你若拿毛衣做较济，你无
住较济伊就死去啊嘛。哦，啊，你个莫提买成功是要互伊减少痛，所以达住我去。哦，其实毋是咧磨砂，始终是咧磨砂。你若讲是住，结果拢是死亡。但是你个莫提买成，你个动机是讲互伊靠，袂晓痛苦安尼算。所以就是讲真济代志，毋是遐简单啊！大家就是爱参详，参医生参家属参详安尼啦。足重要诶！刚刚陈医师特别讲，咱讲 communication， 跟咱伫遮咧帮要帮第三共款 ，location， 所以 communication 足重要。咱嘛足感谢讲有遮尔侪好诶医生伫诶咱诶周围伫，但会管伫他啥拢会当做咱诶 counsel， 特别迄个医生诶话吼，真正是一言九鼎，台湾话要安怎讲？一言九鼎，我不要讲，所以病情告知吼，这个艺术真正对阮病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医生短短一句话吼，会当影响着阮足家庭一个命运足大，迄个白袍的那个力量吼，真的是那个责任是相当的，相当的特别，而且相当的重要。我嘛感谢在座所有医生，哈，来愿意来承担这个真重大的责任，来照顾咱所有大家的社会健康，足感谢，谢谢。谢谢。我刚才知影讲，我做医生，我教学生吼，就是讲你唔通甲对象看作病人，你爱看作伊是人 ，human。你是在解决伊个问题，唔是在治疗病。啊，这个会当推广去足侪方面嘛，像你讲人到迄个最后决定个时，你爱用迄个人 human 来想啦，唔是讲一个机器，我要创下。OK， 啊，有影这个问题，咱拢压掉，拢无人敢讲。我是感觉咱这个有机会，大家提出来讲。哦，咱家己会当想的方法，就多谢 Lori 来这准备这材料。谢谢大家。